丫丫，这花环真好看，是给我的吗？你喜欢啊，那我回头给你编一个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一会儿舅舅舞狮子取猴，等着你送花环呢。小心怪，舞狮子要开始了，你得赶紧过去了，走。笨牙子，舞狮子要开始了，快去看呀。我把耕牛赶到河边就去。嗯，走。祭祖开始，所有卢姓男丁入祠堂。一拜，再拜，三拜。卢姓之源，物本于天，人本乎祖，姓灵之人莫不念祖，凭吊先祖，拜祭圣宗，追恩报本，虔诚于兄，佳肴素果，养其征长，岂佑后人，万世扬宗，富贵福祉，绵远流长，同根同荣，彰显族光。じゃない、中国人の祭りだ。じゃあお祝いにやるか。
ゲームするよ。听说日本人来了，可我们长居深山，与这些铁鸟向来井水不犯河水，我看我们得找日本人讨个说法。可这铁鸟一直在天上飞，我们上哪儿找人去啊？听我一个远房亲戚说，县城里有日本人，那就去县城。よい。準備。一切自然。やれ。はあ。バカモン。这帮畜生，畜生，找准点，给老子个痛快！啊啊枪，咱们肯定都弄不过他们。怕什么呀？大不了咱们跟他拼了。这是一帮虎狼啊！要不我们回去找组长想办法。那就是虎是狼，老子我也要咬他一口。
跟我走。公主，你带几个人先回村，通知乡亲们上山，免遭日本人报复。卢宝，你们接待姑子，找附近地方躲起来。好，好，快快，小心点。哎，快走。姚姑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更叔他们带大家上山了，你没有回，我不放心，所以一直在这等你。吴一哥，你没事吧？你傻呀，这多危险呀！走，赶紧给我上山躲躲。嗯。还不知道是你们卢阳春的人干的，不然事情就大了。那我们村的几个人呢？都被日本人抓了，说是抗日分子，失踪以后要枪决呀。什么？那他们现在人呢？都绑在城墙外面呢。真是岂有此理，他们无缘无故炸了我们房子，炸死村民，还抓了人。我们就是想找日本人评评理。日本人他只跟自己人讲道理，跟我们中国人呀，他根本就不讲理。何况你们又杀死了一个日本人，弄不好你们全村人的命都得搭上。朱臣，你给日本人做翻译官，能不能想法找到他们当官的，把事情原委说清楚呢？姨父，这件事情我真的帮不了，我来呢就是给你们报个信儿，你们得赶紧想想办法，别让那些被抓的人说是你们卢阳春的。那不行啊，这人是我带出去的，我得给他们救回来呀。表妹，我托人啊从东阳带了盒香粉，金贵的很，他们日本女人啊都用这个，来拿着。表哥，我不要。我赶了几十里路来通知你们，就是担心你。姨父，下午呢，皇军那边从汉口啊要来一个重要的人物，我要赶回去，
有什么新的消息我再来通知你。老公，替我送送表哥。見せしめにして処刑しろ。族长，族长！哎，我的媳妇儿，你别哭，起来讲话。听说日本人要杀了姑子，这可让我们孤儿寡母的怎么活？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！姑子媳妇儿，快起来起来。我们正商量怎么解救姑子呢，先别哭啊，别哭。对，嫂子，你放心吧，刚才我也说了，人是我带出去的，我一定给你们带回来。要不，哎，先带他们到隔壁休息。哎，好，别哭了，快点走。部长，楚晨刚说了，今天下午日本人那边要从汉口过来一个重要人物，我估计啊，肯定是个大官。我们能不能从半路上把这个大官给绑了，用这个日本人去救咱们的兄弟？这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？不如大家坐在一起商量一下，这要早些讲理，就不会出现今天的事儿了。讲理？你要是亲眼看见那帮畜生怎么活杀中国人，你就不会说这种话了。跟他们讲理，简直就是胡扯。那是没找对人，找小官不行，要找啊就得找日本大官。这做什么事儿呢，都得先礼后兵，三思而后行啊。哎呀，行了，姐夫，到时候你不用去，你在家陪着我姐跟丫丫啊。不可不可，人无礼则不生，事无礼则不成，吾乃礼仪之邦。我看这样，先给他们大官递个状子，夫子，状子就由你来写。好。鄙人卢高龙代表全村百余口村民，状告日军铁鸟毁我房屋，炸我村民，使我村八人致死，老幼妇孺受伤无数，生灵涂炭，还抓了我们的人。族长，是这个吗？听楚晨说了，日本大官好像都坐这个车。何をしますか？我是卢阳村的族长卢善长，带领大伙来见长官。よけます。我们有冤情要诉。请你们长官下来一下，我们要告状。你们的铁鸟把我们村子炸了，你们还炸死了村民，你们啊！放下！啊！抓的是什么东西啊？
怎么抓了个唱戏的？哎呦，这怎么是个女的呀？唱戏还是日本人？穿的什么？从画片上看，这个女人好像日本当官的婆娘。啊，日本女人。说，你是干嘛的？说，干嘛的？不说话。不会是个哑巴吧？我倒看看他到底是不是哑巴。来了。哎，干嘛？有劲儿啊！过些人，你的组长。是吗？这日本女人怎么这样啊？不了。行了行了，大伙儿不要吵吵。夫子，你家住的偏僻，先把他关到你家，让丫丫妈看着。やったな。報告します。入れ。夫人の車は攻撃されました。何？妻は大丈夫なのか？補佐員は全部死にました。夫人は見つからません。一体どこでやられたんだ？あいつは先知ったのはリコドロです。いいか、しっかり調べたんだな。我が妻を襲ったのは誰なんだ？軍部の基地を見れば同伙がやったかもしれません。いいか、バイザージュワン半径10キロメートルをくまなく探すんだ。はい。待て、半径20キロメートルだ。我が妻の行方を必ずや見つけ出すんだ。什么错了？为什么要绑着他？你怎么那么不知好歹？婆娘是不是在你家呀？我就问问她把姑子弄哪去了。哎，组长说了不让大家靠近她。嫂子，我丫丫快去叫舅舅。我
子，我爸不行了，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放我回去。要是回不去，我媳妇儿该怎么办？他们会不会把我们也活捅了呀？我不想死。哎，不是说死之前都别吃顿好的吗？反正啥都没吃呢，应该没事吧。饭已经做好了，留给他吃。我来。想死是吧？老子我偏不让你死。吃不吃？我吃了。不是，都我吃了。大兔，五一，五一，哎呀，哎呀，疼死我了。像不像我的银杏叶？我把它还给你，你陪我玩好不好啊？村爷们丢人，老子窝囊一辈子，死也得死出个样子。もしもし。あ、お父様ですか。あ、俊子は、はい、彼女はとても元気にしております。私が誠心誠意彼女を世話をいたします。はい、失礼いたします。報告。入れ。駐車場、バイト先近くに見つかりません。いいか、もっと増員するんだ。範囲を広げろ。彼女を間違いなく探し出すんだ。はい。呼び、八人。ちょうど待て。ちょうど待て。ちょうど待て。저도저꼬말래전부출라이탈전부심하스
做的。喝点吧。你放心，我们不想伤害你，只要你们把我们的村民放回来，我们就会把你送回去的。吃一点吧。那个日本女人还不吃饭啊？已经吃了，不过我已经跟她说了我爸的意思，也不知道她能不能听得懂。哎，她要是能听懂就好了。一直都太太平平的过日子，这日本人为什么要来欺负我们？他们就不是人。小郭，等这次我们拿这个日本人把咱们乡亲们换过来之后，咱们呀就不跟山外面来往了。到时候啊，我去你们家提亲，把你娶回来做我的婆娘。この抗日分子たちに仲間がどこにいるか口を割らせろ。皇军说你们这些抗日分子真不知死活，还敢杀皇军的哨兵。你们的同伙还有多少人？都住在哪儿？我们就是中间的农民，你们的前脚杀死我们那么多人，是你们先舍我们的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ちょっとちょ、彼らは農民です。我らの敵ではありません。あったら、この手はどこの百姓の手だ？ん？皇军问、你们是哪儿的农民？好好交代。いいか、もし、こいつらが口を割らなければ、一人一人殺すのみだ。皇军说、你们再不交代、头通通的砍掉。狗日的小日本，你杀了我爹娘，杀了那么多村民，来呀，把爷爷放开，把爷爷放开，爷爷跟你拼了！今やつはどこの村って言ったんだ？白鳥村付近、トイタケリ、隊長係り。よし、尋問を続けろ。あと一体何人の仲間が残っているか全部吐かせるんだ。丫丫，你爹去妖姑那儿拿药，怎么还没回来？我去看看去啊，你在这看好了啊。姐姐，你尝尝，好吃。再吃一个。ありがとう。嗯？谢谢。姐姐，你会说话呀？这能成为我们之间的小秘密吗？姐姐，乡下很脏，你能不能帮我吗？姐姐，你真漂亮。姐姐。
在乡下水洗澡，你能不能看着一会吗？巡航見つかったのか？夫人が見つかりません。続けて捜査するんだ。はい、続け。隊長、お前はバイジャーさんの付近に村があるのは知らないのか？聞きます。うん。没事的，
这额头还这么烫。药都用过了，想好啊，还要再有些日子。丫丫乖，爸没事。丫丫，丫丫，坏女人，坏女人，爸爸的脚就是被你们砍掉的，再也好不了了。丫丫不哭，姑姑一定会把爸爸的手治好的。丫丫不哭，乖。丫丫，丫丫，对不起。也许我可以帮助你爸爸接手。你会说中国话？我叫福田顺子，跟随父亲生在韩国经商多年。一开始我害怕，已经没有开口说话。现在我知道你们善良鼓舞，我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日本公民。你是说你可以救福子？日本军道上有毒，如在不治，恐怕要危及生命。我有药，可以试试。女人能信吗？怕是信不过的。哎，这个药可以治你的病，请相信我。要不就试试吧。你怎么给他解开了？还让他给姐夫看手？你，你姐夫那手什么药都试过了都不见好。他说能救你姐夫，那总得试试啊。要不然就别绑了。不行，再跑了怎么办？我们不是想绑你，也不是想欺负你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在我们村祭祖的那一天，姐，我来。薰子，这药还真有用，谢谢。你弄好，我很高兴。丫丫说你爱干净，我带你去塘边洗澡。
个是什么？这就是被日本铁鸟炸死的村民。对不起。应该没大碍，好在没超过一个时辰，喝了药一会儿就会醒了。像石榴啊，丫丫，那个手游，手游是什么？这个。我带你去捉鱼吧。嗯。听我走。Thank you.
来着？君子，这个是我过年做的新衣裳，你穿上试试。是我穿吗？喜欢吗？谢谢。哥嫂前请教训，火烛事要小心，穿衣裳就如新。丫丫，你做的真好姐。坐。好，谢谢。姐姐，好看吗？好看。丫丫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银杏树在日本也有，但是从中国运过去的，一样的银杏树。呀，我能用一下你的纸笔吗？福田君、お元気ですか？私は元気です。私は今、とても美しいところにおります。ここに住んでいる方々は、とても心が温かい方ばかりです。是不是抓了一个日本女人啊？什么日本女人？那洋玩意哪来的呀？这是手雷，那个拉环一拉呀，我们全屋子的人都会被炸死。你们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？我们翻看了她随身带的画片，好像是个关小姐吧？什么关小姐？那是我们福田中队长的夫人，你们呀，赶紧把她送回去，再不送回去啊，整个村子就完蛋了。送回去？那个女人是我们拿来换我们弟兄的。那日本人能给你换吗？姑子的脑袋都已经被他们砍掉了。啥？什么？一定要替姑子报，你们就别再惹麻烦了。那日本人啊，不是好惹的。那百兆村的人啊，都已经被他们杀光了。表妹，你跟姨父去县城我家住几天，我那儿安全。我是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来通知你们，表妹。如果不是因为你跟姨父，我……你告诉日本人，老子我可不怕他。在家先告辞了。王叔，你现在几个人？
到金山的口子看着。姐姐，你尝尝。甜甜。丫丫，让我试试。找你。好看。雅哥，这个是我写的一封信，请你教练把它给我的丈夫傅点军，他看到后。相信主会还里面的证明，请相信我，我跟他一起长大了，他很爱我。雅哥，这个也是我的丈夫给我的东西。送给你。这个也是我的心上人送给我的。我知道你跟他们不一样。我们会是永远的好姐妹。这写的什么呀？荀子说这里面有信件还有他男人的照片，看到这些就会放回村民的。行，我去一趟。真的只有你能去吗？没人比我更合适了。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保佑，五一哥带着村民平安的回来。
日本人，日本人已经到山口了。姐夫，你赶紧通知组长，跟说，按照之前我们商量好的，带领大家上山。この村の捜索は終わりました。でもこの中はまだです。人都到齐了吗？都到齐了，就是卢叔和杨婶不愿意上山呢。荀子，你怎么了？疼，很疼。爸，快看荀子怎么了？给我手，来，孩子。你有喜了？什么是喜？就是你有孩子了。脉象不稳，怕是保不住啊。啊！我要我的孩子。爸，有药吗？别慌，别慌。走得匆忙，药没带齐呀。那我上山去采。姚姑，你不能去。组长，他流血了。爸爸，我。姚姑，
胡毅，村里什么情况？组长，来了很多日本人，找不着人，就都撤了。姚姑呢？姑姑上山采药了，已经去了很久了。胡毅，胡毅，哎，你们也跟着去呀、啊！好，走走走。夫子，组织乡亲们准备回村吧。好，要不你也去看看吧。哦，好，你先照顾他，别让他倒了。姚哥，为什么还没回来？
妈掐死你，我掐死你狗日的，我掐死你，掐死你，我怎么掐死你，我死知道吗，要我死了知道吗，被你们弄死了，被他们弄死了，被他们弄死了。无意啊，你这是在干什么呀，无意啊，他把你让我弄死了。入れ。ちょっとちょ、私に参加しますか。お前、でたらえばっかり言いやがって。やつらの知っていたんだろう。ちょっとちょ、ちょっとちょ、あなたを誤解した。バイザージュアの村にお前が入っていったのを見た者がいるんだぞ。ちょっとちょ、聞いてくれ、私はただ命ある死者書があります。お前に信用があると思うのか。私を信じてください。私は夫人の情報を聞きたいです。もう信用はできないのだ。小太丘，托托伊马斯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找福田。你要不要命啊？每次都惹出更多的事情。福田已经知道是你们陆阳村的人干的。药姑被他们活活死了。什么？我也不想活了。你说什么？我一定要把他们救出去。妖姑死了，我報告します。入れ。妻の方は元気にしてるか？他问他的夫人还好吗？你放心，我跟你们这帮畜生不一样。安心斯坦，多不吃多，去看一马斯。
洋洋，姐姐好看吗？一定把大家全都带回来。如果我没有回来，你就带着大家离日本人越远越好，不要再回来了。你和丫丫和组长走吧，记得以后好好照顾丫丫，也照顾好自己。
し何かあったら俺に伝えるんだ。はい。皇军遵守承诺，双方交换人质。让他们先把枪放下。卡里拉瓦，马德就俄罗斯退一趟。주요하나세부대와하나쓴다你可以走了军哥，还快！千思姐姐，还快！这个，我得快！救护队！